赚这个钱你父母能行吗？哎呀，放心，绝对好看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要不要？啊，不是，怎么不是他怎么来了？快快快快藏起来，快藏起来，别说话啊。嗯，喂，小江，你在后面干啥呢？啊，没事，我出来溜溜弯啊。下车。啊，什么情况？哎呀，舒服。走，小江，送我到前面的游泳馆游个泳去。不是姐，这不大方便。你不是什么不大方便，我看你这说话的口气跟他老板一样啊，事儿了。我跟你说，瞅他老板现在就来气，天天让我收拾卫生，让我打扫厕所的。哼，不是，那打扫卫生那不是应该的。应该什么应该的？今天早上我就迟到一分钟，老板劈头盖脸把我骂一顿。这个老巫婆，气死我了！见我非得收拾他。那不是，那个迟到罚款也是应该的，应该。不是，小佳，你跟谁一块儿？你跟谁一块儿呢？你我肯定是。快啊！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！啥？咱老板，我听说在公司，养了个小白脸，你知道吗？不，真的。不能瞎说。现在在那个停车场。我看到了，我刚是一回头，怎么了，马经理？什么小白脸啊？